福星，趴下。坐起来，福星。副所长，最近好吗？你这个警犬养老院可真不错啊。小童，小梦，是你们呐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副所长了，你们叫我老赵就行了。老赵，这些警犬不是都退休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训练他们呀？难道他们还需要工作吗？不是的，其实这些狗狗分不清工作和游戏的，对他们来说，工作就是玩，玩就是工作。这些动作他们都做了一辈子了，他们喜欢做这些事情。这么说，你每天都会花许多时间来陪他们玩啊？是啊，狗狗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如果因为老了就把它们关起来，仅仅每天喂点东西吃来维持着生命，它们也会忧郁的。老赵，你对这些警犬啊，简直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啊。这里的狗狗很多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它们也把我当成它们的亲人，我怎么能不好好照顾他们呢？老赵，这些狗狗为什么会那么听你的话，那么依恋你？这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呢？这其实没什么秘诀，只要你真心对待他们，他们自然会依恋你。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要把警犬当孩子，当他们老了，要把他们当兄长。照顾他们，狗狗不会讲话，所以要每天抚摸观察他们。如果曾经帮他们治过几次病之后，他们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，你就是他们的亲人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我也很认同的。老赵，今天有客人啊。这两位是我的朋友。医生，你今天来的可真早啊。今天不是除了给旺财打针外，还要给所有的狗狗做一下检查吗？所以我就早一点来了。给旺财打针？旺财他病了吗？是啊，旺财在年前得了肾脏肿瘤，我们都以为他活不到过年了，可是老赵却没有放弃，他竟然自学医术，让旺财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了。我哪里是自学医术啊，如果不是你的帮助，我哪里能救得了旺财呀？我们好久没看到旺财了，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。是啊，我还真有点想旺财呢。老赵带着大家来到了旺财所在的笼子前，为了避免具有领土意识的狗狗们互相争抢，他为每一只老警犬都建造了一个单独的隔间。好了，旺财该打针了。医生啊，是不是给狗狗打针比给人打针还要困难啊？可不是嘛，给狗狗打针要先将它们固定住，因为它们可不管你打针是不是为它好，狗狗看见针头后绝对会咬你一口，没得商量的。哇，旺财应该不会这样做吧？老赵这里的狗当然不会了，他们实在是太通人性了。老赵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旺财，趴下。旺财，打了针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。医生，旺财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哎，不怎么乐观啊。不只是他，这里其他的几只狗狗的身体状况也都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们是警犬、搜救犬、缉毒犬，过去嗅遍了各种气味，其中也包括很多有毒有害的气味，所以他们的肺部比其他的狗狗更容易受到感染。这些狗狗啊，真是不简单啊。他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冲在危险的第一线，可是到了老年却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老赵，
多亏了你建造这个养老院，才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啊。对啊，老赵，这些狗狗能遇到你真是他们的福气啊。不过你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能支撑起这个警犬养老院吗？是啊，自从建了这个警犬养老院后，我的经济压力的确很重。不过我想，我有多大能力就负担多少只狗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里有十只警犬，这段时间去世了四只，现在只剩下六只了，暂且我就先照顾好他们吧。老赵，我们回所里再帮你募些款项，来帮忙这些狗狗。那我就先带这些狗狗，谢谢你们了。嗯，好了，针打完了。哈哈，这个旺财可真是什么都知道啊。可不是嘛，他这一阵子可是打了不少针，现在都明白了，只要一拔下针头，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在警犬养老院外的树林里，是老赵为退役警犬们准备的墓地，这里安葬着四只警犬，包括了老赵非常疼爱的凯西。这里就是警犬的墓地，凯西也埋葬在这里。凯西，一路好走，我们会想念你的。这些立过卓越功勋的警犬对人类绝对忠诚，人类对他们也应该不离不弃才对。嗯，很幸运的，这一群警犬遇到了老赵，老赵也很幸福，在他的人生里有这么一群通人性的狗狗陪伴着他了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，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。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
好好了，很了，最大的那块然后才会来爱，因为爱不爱的里面的关系不能说太复杂的话，那个是自己的状况会厉害的，他学生与我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一堂课，培养孩子们的领导能力，透过鼓励孩子们多多上台，建立自信心和积极乐观的人生经验，培养多元的视野，孩子们丰富生活中的每一天，好从一脑坐在校门口迎接着我和我的法拉利，在课堂中充满热心的孩子协助帮忙解说的课程内容，偶尔同学间幽默风趣的开玩笑说，优秀的人就是不够聪明的，但是呢，传出欢腾大笑的快乐是如此的悦耳。短短的上课时间，所有孩子主动询问为什么工作需要帮忙的，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玩乐与休息的时间，自动自发来帮忙爱水龙头，进而获得热忱的心以服务他人的特质，这是无法在书本中学习到的最美的。我想必定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教育和你会到的大师领域。化学入侵响起，午后时了，陪伴着我看着复航巴士，孩子们也协助将我送上车，还花心点菜热日回家。每一天的校园里欢庆中都弥漫着这么幸福的空气，心情一变成发展造成的种种不便，但内心却是充满着愉快且满足的心情。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。服务现场20多年了，我内心充满着能够把这人生定位里转化出来的热水性格。不远亲爱的孩子，就像燃起灯炉一样，在你们走出校门后，学校都变成点亮你们的生命礼物。谢谢你们对班上的协助，记得永远不要吝于付出，我的付出就是成功的人。